乘客们，您现在乘坐的是广州新穗巴士812，这辆车是开往东教教师新村总站。乘客们，你而家乘坐的是广州新穗巴士812，这辆车是开往东教教师新村总站。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里港省口腔医院。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丽江省口腔医院。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Next stop is 里港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文明乘车，清穗巴士提醒您，里港省口腔医院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来港省口腔医院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This stop is 里港Stomatological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信和广场昌港中路。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信和广场昌江中路。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信和 Plaza 昌港中路。文明乘车，清穗巴士提醒您，信和广场昌港中路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信和广场昌江中路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 This stop is 信和 Plaza 昌港中路。关车门请注意，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请在后门下车，关车门请注意。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请在后门落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橡胶新村。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橡胶新村。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橡胶新村。
文明乘车，新穗巴士提醒您，橡胶新村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橡胶新村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 This stop is 橡胶新村。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鹤洞新村，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鹤洞新村，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鹤洞新村。文明乘车，新穗巴士提醒您，鹤洞新村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鹤洞新村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 This stop is 鹤洞新村。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大冲口，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大冲口，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大冲口。
文明乘车，亲穗巴士提醒您，大冲口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大冲口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This stop is 大冲口。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下方村，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下方村，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下方村。文明乘车，亲穗巴士提醒您，下方村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下方村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 This stop is 下方村。关车门请注意，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请在后门下车。关车门请注意，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请在后门落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接龙里，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接龙里，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接龙里。文明乘车，亲穗巴士提醒您，接龙里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接龙里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花蕾路，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花蕾路，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花蕾路。文明乘车，亲穗巴士提醒您，花蕾路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花蕾路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 This stop is 花蕾路。尊敬的乘客，为配合疫情防控，请扫描车厢内的防疫乘车登记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谢谢合作。尊敬的乘客，为配合疫情防控，请扫描车厢内的防疫乘车登记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多谢合作。关车门请注意，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花地大道的花地湾，下车请准备。关车门请注意，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花地大道包花地湾，落车请准备。Be careful, the door is closing. Please walk inside. Next stop is 花地 World North, 花地湾。Please be ready to get off. 为了联合他人安全，
请勿侵扰司机驾驶。为咗你同他人安全，请勿侵扰司机驾驶。各位乘客，请勿携带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上车。发现可疑人员或物品，请及时报告驾驶员。发生突发事件时，请听从驾驶员指挥，迅速撤离，远离现场。谢谢您的合作。各位乘客，请勿携带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上车。发现可疑人员或物品，请及时报告驾驶员。发生突发事件时，请听从驾驶员指挥，迅速撤离，远离现场。多谢你的合作。文明乘车，清穗巴士提醒您：花地大道北花地湾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花地大道北花地湾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花地大道落花地湾。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年贵北。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年贵北。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年贵北。文明乘车，清穗巴士提醒您：年贵北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年贵北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This stop is 年贵北。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大厕。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大厕。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大厕。文明乘车，清穗巴士提醒您：大厕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大厕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This stop is 大厕。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
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茶窖小区茶窖北路，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茶窖小区茶窖北路，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茶窖小区茶窖北路。文明乘车，心碎巴士提醒您，茶窖小区茶窖北路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茶窖小区茶窖北路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东教北路，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东教北。文明乘车，心碎巴士提醒您，东教北路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东教北路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 This stop is 东教北路。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汾水，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汾水，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汾水。文明乘车，心碎巴士提醒您，汾水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汾水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 This stop is 汾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东教街，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文明乘车，心碎巴士提醒您，东教街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东教街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东教怀宁坊。文明乘车，心碎巴士提醒您，东教怀宁坊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东教怀宁坊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 This stop is 东教怀宁坊。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芳村花园北门，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文明乘车，心碎巴士提醒您，芳村花园北门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芳村花园北门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东教桥头，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东教桥头，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东教桥头。
文明乘车，新穗巴士提醒您，东校桥头到了，请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注意。东校桥头到了，请乘客从后门落车，开门请注意。This stop is 东校桥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谢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东教教师新村总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你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多谢。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下一站是东教教师新村总站，要落车的乘客请准备。 Next stop is 东教教师新村总站。您好，请开门。点站东教教师新村总站到了，请乘客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配合，欢迎您下次再来乘坐我们新穗巴士的车。终点站东教教师新村总站到了，请乘客带好行李物品准备落车，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配合，欢迎你下次再来乘坐我们新穗巴士的车。 This stop is 宗教教师新村总站。 Please take all your belongings and get off the bus orderly.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o our work. Welcome to take 新穗 bus next time. Goodbye.